dear face that holds so sweet a smile for me. Were you not mine, how dark this world would be. I know no light above that could replace love's radiant sunshine in your lovely face. Give me your smile, the love light in your eyes. Life could not hold a sweeter paradise. Give me the right to love you all the while. My world forever, the sunshine of your smile. Shadows may fall across the land and sea. Sunshine from all the world may hidden be. But I shall see no clouds across the sun. Your smile will light my life till life is done. Give me your smile, the love light in your eyes. Life could not hold a sweeter paradise. Give me the right to love you all the while. My world forever, the sunshine of your smile. My world forever, the sunshine of your香港人的悲哀啊，希望不要再发在台湾身上。卖台贼太嚣张了。柯文哲啊，科比选总统是跑到北京去见中国台办的第一把手，关上门了，以为没有媒体录像，竟然叫习近平先生叫习大大。听说去年习大大又来看过吗？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和共产党的勾兑一秒钟没停。希望台湾人不要走香港的后路，那是绝路。与魔为伍，中国共产党万岁！那真的地狱。两会明确地告诉党内，台湾战争随时开始，从现在起没有开始那天，两会今天就是开始那天，而且整个是备战总动员，进入战前状态。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言谈到两岸问题时重申，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实际上，习近平已经在军队内下令了，随时准备作战，对台湾随时作战。因为十三号大选，接下来的这个两个礼拜，在福建沿海还有台湾的东北部，共产党军队都可能有动作。另外一个是他们在新疆、在贵州上万个天空气球，正在准备这些气球。这些气球干嘛呢？就是侦察、攻击，而且携带武器，携带这个延迟炸弹。大选倒数四天，中共扰台力度加大。八号在台海周边有十架自控机、四艘自控舰，以及四枚中共空飘气球，其中两枚更穿越本岛中南部上空，横越中央山脉。中共空飘气球侵扰层出不穷，从2024年元旦以来，已连续八天加总数量达到20颗。
国防部指出，该类气球路径已威胁多条国际航道，研判中方企图以灰色地带袭扰进行认知战，干扰民心。未来台湾要继续走向世界，还是从世界脱队？我相信1月13号，台湾人民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全员的战友大家好，今天已经是10月10号，还有3天就到了这个台湾大选的时候了。那先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那一天呢正好是星期六，也是原本飞飞秀播放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我飞飞秀将停播一期，但是我会和台湾农场的战友一起，然后我们一起来等待大选的这个结果。希望说我们这一次能够等到一个我们期望的结果，但是无论是什么结果，我觉得我们都要勇敢的面对，然后真诚的去接受，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然后来实现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想，也就是自由民主的中国，消灭中国共产党。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仍旧是想要围绕着台湾的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但是呢，之前两期呢，应该不止两期了，好几期，很多人都在问我说，哎，你怎么最近一直谈台湾？我说当然要谈台湾了，因为马上要大选，这一次的台湾大选是至关重要的。那之前呢，我们一直是围绕着说是他们几个候选人的很多的发言，还有因为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到说台湾人到底关心一些什么，台湾的媒体关心一些什么，台湾的政界关心一些什么，他们在辩驳的论点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更想从这个就是我们更大的一个世界的范围，我们收集到的这些信息来看现在的台湾大选对于接下去的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有台湾人尤其是战与不战这件事情，我觉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菲菲的观点和菲菲的看法，仅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的看法。首先是说我们先这个从今天的直播的标题上来看，哎，这小题可以啊。我们说到了今天的标题是被中共污染的土壤开不出繁花。那因为我们之前1月1号上海农场刚刚做完了一期这个就是上海农场建农场1周年的直播，那很多人呢都推荐我去看这个一部电视剧，是王家卫导演的，然后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男演员这个胡歌演的这一部电视剧叫做《繁花》。那我没有看全剧啊，我看了现在很多的这个流行的现在都是一口气看完全剧。我看上去好像这部剧现在大家可能是更新到20几集吧，应该还没有全剧更新完吧。然后我就看了这个相关的简介，看完以后呢，很感慨。它是讲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看过这个电视剧，因为那一天其实我看，就是在看电视剧之前呢，虽然很多人都讲说你应该去看一下。那但是那一天真正促使我去看的那一天那电视剧的原因呢，是郝董晚上发了个消息给我，他说菲菲，这以前黄河路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然后我想这郝董，我说你干嘛，你就回去吃夜宵啊？因为黄河路是上海这个吃夜宵比较多的地方。然后他就跟我提起了这部电视剧，哎呀，他说现在的电视剧啊，他说哎呀，这个电视剧让他看了很感慨啊。他说很多这个电视剧里面描写的呢，还是就是这些小老百姓的这个怎么样一个发家史啊，一个过程。但他说有谁真的敢写一写这些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怎么样上台的啊？这个共产党是怎么捞钱的？是不是这拍这些小老百姓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就问我，他说哎，这电视剧拍的，他说你想想这周正义，是叫周正义对吧，上海首富，现在人去哪儿了？他说人去哪儿了。所以这个跟我这样唠了一唠呢，然后我认真的问了郝董一个问题啊，我说郝大哥，这个我们现在其实到了新的一年啊，我们也一起做直播，那么我就想问问你，你觉得这个共产党
2024年，你跟我讲心里话，你觉得这2024年这共产党还行不行啊？他说菲菲啊，他说你真的不要问我什么共产党行不行，他说什么事情吧，他说都是有一个历史规则的。他说你琢磨着，他说这个大清朝是怎么灭亡的，是不是以前的国民党又是怎么衰败的，那么共产党同样他也有他的兴盛，也有他的灭亡，而现在共产党看上去就是亡国之相，你还想什么呢？只是说时间问题，他说只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是不是2024年现在谁也没有有预言的能力，是不是？当然我们希望它结束在2024年，但是共产党在最近几年里面会被灭掉，会消失在这个地球上。我觉得它能消失吗？他怎么说的，他这不是郝海东的原话，原话讲的更地道一些，我觉得比我复述的也好。现在我越讲越菲菲自己的这个口气了，就是他觉得就是说是已经走到了这个末路上了。所以那么我就去看了这个电视剧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我大概跟大家描述一下我看到的这个电视剧大概的剧情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胡歌扮演的这个男主角呢，他原来是上海的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就是一个工人。那么就是上海改革开放的那开始呢，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呢，他认识了就是上海曾经就解放前啊，其实大家如果有一点看过这些电视剧的人都会觉得，就是解放前的那些老上海的老爷叔啊，还有这个上海洋行里面的这些人都是在那个时代是被向往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们居然说你的49年叫解放这个中国，然后之前称为万恶的旧社会，现在是这个49年以后呢是美好的新社会。那怎么每一次这个有能力的、有技术的、会讲英文的、有品味的都是这个从旧社会里面流落出来的这些人才呢？所以我也觉得很有意思。那他跟这位原来在洋行里面工作会懂得这些成对汇票啊，这些做外贸的这个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老爷叔就认识了。那老爷叔呢，通过自己的这些人生经验呢，还有自己的这些关系呢，把一个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胡歌，当时是叫阿宝，然后呢一步步培养成了这个宝总。那么很多的故事桥段呢就是发生在这个黄河路上，那还是发生在这个黄河路上的一个这个饭店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饭店我们就想到饭店的确就是聚人，然后聚财，然后传递消息、打探关系、打通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饭店开得越高级，你来的人也越高级，然后你收获的这个情报呢，你获得的这些资讯呢，可能也越高级越重要。那么这个整个片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场景呢，就是黄河路，那么也就是一个大饭店，上海大饭店的一个缩影啊。那这个胡歌他做了哪两件事情让他发财致富呢？简而言之，他就是淘到了上海的这个金融圈的第一桶金。一开始呢，他买了那个当时的认购证，然后接下去呢，开始做股票啊，做什么东西的，开始有钱。然后后面呢，还是淘到了上海的第二桶金，那就是这个做外贸生意。当然，其中里面也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很真实，但是呢，也是让很多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上海女性，我觉得都是觉得号称共产党要解放女性啊，结果就是里面有一个女性角色叫汪小姐，她是在上海的这个28号外滩28号上班的，她应该是当时的海关大楼吧，应该是里面做进出口业务的。因这个进出口业务的这个部门呢，就要求说你只能在这个你的工作和你的爱情当中这个选做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啊，你要知道说在90年代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
迈入了恨不得都要选出女总统来了的这种事件，你一个这个国家这样一个亚洲占领这么大土地的这样一个国家，还在让一个女性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要去做选择，最后这个女性她没有，这个汪小姐她因为说最后选择了工作，居然还被下放到了非常非常这个肮脏的一个工作工厂里面去做搬运工，结果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本色出演的范之毅啊，范师傅光冲上来就打人的这个范师傅也是，我觉得也是醉了。但是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讽刺的，就是我们的上海的这个国足一号球星范之毅，对吧，范之毅竟然沦落到了在一个片子里面要去演一个这样的小角色，而且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看上去很弱很怂的一个角色，很弱很怂的一个角色，就这个角色绝对不是说是一个大英雄，就跟他原来的这个范大将军能够匹配得上的这种角色，而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他范之毅真的是有很强的这个上海人的这种气息的，就是那个年代出来的这个上海人，尤其是底层上海人都有这种戾气，都是我不是说上海人什么底层高层，我就跟你说我认为的，就在我生活的在上海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认为几乎99%的上海人都属于上海的底层人民，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所以每个人身上都充满了戾气，而且他几乎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他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就曾经有一些人是真的就是在这个十年之前他可能还是生活的非常优越的人，然后突然之间掉落到这个环境当中，突然之间所有获得的东西所有手里的财富都一切都没有了，甚至吃不饱饭，然后以前所有被引以为傲的你的学历你的家族背景，然后甚至是以你自己的就是行为处事的这些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你的礼貌吧，你做人最起码的这些礼貌都会让你开始怀疑到底我应该坚守的是什么东西，我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人身上就充满了戾气。范之毅就是这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身上充满戾气的这样一代人的典型，而且呢这一代人可能他是就是在非常自己年幼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巨变，然后就导致这些人对于人生自己的定位，我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才是一个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人，怎么样才能是一个男人，哎呀尤其是男人，这个让他们就是非常的迷茫，到底是拳头硬呢还是钞票硬呢还是下跪硬呢，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在上海那个复杂的社会里面，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跪，什么时候我应该挥拳头，什么时候钞票能够解决问题，最后我其实觉得什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只有就是权力，这个控制这个社会的国家机器，这个权力才是最硬的东西，因为在权力的碾压下这些人将不复存在。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啊，看完以后，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电视剧大概的一个情节啊，看完这个情节以后呢，我是觉得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啊，能在上海播出还大卖的这个电视剧呢，一定都有不比寻常的这个背景。那这个什么是不比寻常的背景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电影啊，这部电视剧啊，我不知道这个电视剧里面到底它，因为你知道中国的电视剧但凡是一个剧它都有它的中心思想，就跟我们小时候写作文一样，它一定要有个中心思想，不像这个就是你跑到西方来有时候你的作文可以是没有中心思想的，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很无厘头的只是为了说这件事情而说这件事情，但是对于中共国来说绝对不会有无缘无故上映的电视剧，而且上映的电视剧绝对也不会是无缘无故没有所谓的中心思想的。那我们看这部剧啊，这部剧其实主要就是讲给你听说一个普通的这个非常非常普通的社会可能是最底层的胡歌，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然后呢在这个大上海里面打拼出一片天地，那么这片天地里面呢有两个东西是可以让你一夜暴富的，一个是股票，另外一个是外贸。那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个跟现在我觉得要保护住国家经济，那这个调调是完全是一模一样，非常一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当时胡歌那个时候是上海第一张这个叫什么认购证开始，上海的股市刚刚开市的这个时候，跟现在能一样吗？就跟现在能一样吗？当然现在的股市也很弱了，就是一切又要感觉回到原点的时候啊，我觉得回到那个1997年、1999年、1992、1993年的时候，我感觉也不是什么遥远的时候了。那么但是他们又给你一个印象说，你看这是个机会啊，是不是？我甚至觉得是不是过两天会炒出来说，你看啊，要托底了，因为股市里面嘛，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你看要托底了，是不是要托底了？所以给大家一种，哎呀，这个是。如果我们如此之绝望，因为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一种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人太绝望了，你做什么，你现在可能连送快递你都，就是原来有一段时间送快递是非常好的工作，对吧？赚了很多的，是不是？在上海，那这个你现在你连这个最就你做什么你都活不下去，那你得给大家一些希望。你看那里前方路在前方，那还有就是外贸了。那大家一定会想要说这个让大家去撑住这个外贸，对吧？这个外贸可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那这个我猜啊，可能这个电视剧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政治导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电视剧的这个中心思想。但是呢，我又猜啊，我们不要去污蔑这个繁花这个电视剧，但我又猜啊，这个电视剧或许另外又有一层意思。这电视剧给你看到的这样子一个繁华的这个场景，是不是在让这个现在的上海人回忆起曾经的开放？就是哪怕就是上海人怎么能够从那时候的这个就是大家都穿着蓝衣服绿衣服，对不对？还有灰衣服还有黑衣服，应该就这四个颜色，到慢慢的又开始这个有五颜六色，对吧？有霓虹灯，有大上海的，那就是你要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和市场，是不是？那是不是又是在告诉大家说，这个让你们回忆一下，让你们感触一下，是不是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的统治，可能这样的上海再也不可能回来了？那也让你们再回顾一下，在上海变成这样五颜六色的上海之前，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灰蒙蒙的。大家要感受一下，说你到底是要一个灰蒙蒙的上海，还是要一个五颜六色的上海？那很重要的是说，就像我讲的说，共产党侵蚀过的这一片土地到底还能不能开出繁花？答案是一定否定的。那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怎么讲这个繁花讲了这么长时间，我没想到我这么啰嗦。哎，罗马里奥说感谢我的推荐，一会儿去看看，我觉得挺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讲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我觉得当时是有一些人是赚了钱了，但是呢他只讲了故事的前半段，他并没有讲故事的后半段。当然这个电视剧可能还没有结尾哦。大家真的就想一想周正义是怎么结束的。就像上海首富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起起伏伏这样上来的这样一群人。就像周正义这一群这样的人，就是在这么多的危机当中都能一直屹立不倒的人，到现在也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说，在共产党的这个体制下面，一切都是只是吹出来的彩色的泡泡而已。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来保护私人财产的话，我觉得这一切都将只是泡影。而且现在的上海人，我觉得应该是，尤其是那些真的当时从股票里面赚钱的这些人，现在应该是深有体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有在金融市场里面的，你不是真正的盗国贼，你大多数的人都是压了杠杆进去的。现在这些压着杠杆进去的人，看到现在的上海股市，这个我觉得心都在滴血，他真的不知道接下去下一步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们真的最后能撑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看完
就是每一个人因为他的身这个经历不一样，我觉得看完一个剧读完一本故事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这个讲完了繁花以后，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我觉得看完这组数据以后大家都会更加的有比较直观的感觉，说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一个现在一个大家大的局面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想法。小铁拿出了这一组数据呢，这组数据是我从这个中国的外汇管理局的这个官网上下载出来的。这一组数据呢是这个去年2023年一月份到十一月份的这个叫做银行的代客收付的一个数据，那么是外汇的代客收付。我们其实之前讲过这一组数这一组数据，就是所谓的我记得应该可能是我看看应该是八月份啊，不是九月份，九月份是那个代客收付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付出月啊，所以我们可能讲过这个代客收付的这一组数据。什么叫做代客收付呢？银行，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你通过银行变成从你存进美金换成人民币，还有呢你通过银行从人民币变成这个美金，然后最终的结果呢是流出或者流入了这个国家，也就是说这个是真实的从这个国家已经出去，而并不是说大家知道说有时候你结汇了，你的虽然已经完成结汇，但是你的外汇还趴在所谓的中国的银行里面。我相信我们这些战友肯定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在银行里面随时结汇，但是你能不能把你结汇的钱转出去，转到外国的银行去，是第二道手续。有些时候可以，有些时候不可以。那这个数据呢是真实的，它已经转出或者转入的数据，那么有进有出。那么总共呢，从去年的就根据官方的数据啊，中共国官方的数据，从这个去年一月到十一月，一共呢是正负相抵以后呢，是总共出去了828亿美金。那这个那大家觉得 OK， 这个还好吧？就800多亿。那我们算一下的话，这个中国的买美国的国债大概也就现在已经不到10000亿了吧，可能8000亿啊，那十分之一还好还好，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在细看到啊，这个里面的，当然也许有人会更比我懂如何去解读这828亿。但是呢，这个我也要感谢一下这个统计局的这些人呢，他居然把这个数据呢刨到了每一个省市直辖市省和直辖市啊。那这一看不知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你知道？就是从去年开始汇出外汇最大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首都北京。首都北京在去年一月份到十一月份总共累计汇出外汇，当然它肯定我相信也有进项的，正负相抵汇出外汇4510亿，差不多是半个美国国债的数量，可能现在已经超过半个美国国债的数量了，因为两个4500亿的话就是9000亿了，是不是？那排名第二的呢是这个我的故乡上海市，一共汇出了2000亿，也就是上海市加北京市汇出的总计的美金是多少呢？就是从中国流出去的美金是多少呢？就是6500亿。就光这两个省啊，当然第三个就很有意思的是，排名第三的是海南省，海南省194亿是流出去的。所以钱向哪儿，就看出了这个人心向哪儿。这个跟这个共产党宣传的不一样啊，是不是？战友们，这咋跟共产党宣传的不一样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不是说这个人心向党吗？对不对？这个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嘛，那你应该钱都留在这个你爹娘身边啊，留在你这伟大的祖国里啊，
这怎么你们这些坐在人民大会堂里面最爱国的这些人，居然你们流出去的钱是最多的，可怕吧？那最有意思的呢，是第二名的上海呢，去年流出2000亿的上海呢，是在去年的一月份呢，它的数字还是正的，也就是说还是流入的。但是从这个第一名的伟大的我们的首都北京，从去年一月份开始，这个数字就是负的，而且是负的巨大。所以这个，你这说来这个，哎呀，北京人的心到底在哪儿？我就觉得北京人的心真大，那真的是五湖四海啊。这个不是五湖四海，我觉得世界各地，除了不在中国，除了不在北京以外，那绝对是世界各地。所以大家就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高官，这些这个有钱人，他们都在干一些什么。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说总的这个流出呢只有800多亿，那是旁边第三的是厦门啊，我看错了吗？我看看厦门是多少，哦，减276，哦，这个小铁跟着我了，排名第三的是厦门啊，那是朝台湾流去的，对吧？所以大家看啊，这个钱往哪儿走，基本上就决定了你这个屁股往哪儿坐，你的脑袋往哪儿走，对吧？这个但是到底谁把钱弄进来的呢？把钱放进来最多的一个省份呢，就是浙江省。然后呢，接下来排名第二的江苏省，然后之后是广东省，都是差不多有将近浙江省是拿进来了，去年拿进进项是1800亿，然后这个江苏省呢是进项第二名是广东省1500亿，第三才是江苏省1400亿。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做这个中国外贸最多的省份，也是中国，坦白讲是中国经济的这个支柱，就是所谓的加工业和这个出口外贸，就中国的三驾经济马三驾马车嘛，所谓外贸、投资和内需。其实我们讲中国只有一架经济马车，那就叫外贸，因为外贸不行了，投资必然不行，是不是？外贸不行了，这个整个国家经济起不来以后，那必然内需没有，你钱没有了，你赚不到钱了，哪里来内需？谁给你需啊？你自己国家能够赚得动吗？你是赚不动的。虽然说中国号称幅员辽阔，对吧？这个你能赚得动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共只有一架马车，真正意义上的只有一架马车，叫做外贸。而实际上另外一架马车叫做投资的这架马车，坦白讲这个不，上海人刚该叫刀崩的似的吧，就是你这个就是其实你看啊，就是他们要你好不容易浙江、江苏然后广东这些勤勤恳恳的这些这些工厂主啊，然后这些小企业主啊，把这些钱好不容易赚进来以后，还不够他们往外去偷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坦白讲就是挖空中国老百姓的口袋，掏空中国人的这个钱袋子的这个工具，根本不是什么经济马车开玩笑的东西，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他们现在还要骗老百姓继续来搞外贸，对吧？继续辛辛苦苦的工作，继续辛辛苦苦的劳动。你看这个国家真的是，哎，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蛮惨的，但是我又觉得说，其实很多的中国老百姓呢又醒来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最近有说这个有一个词叫做“风华绝代”。为什么叫“风华绝代”呢？叫做这个无房贷、无车贷、无后代，叫“风华绝代”，就大家就彻底躺平。那这个世界，当清醒的人如果只是少部分的话，那清醒的人的确是都是非常痛苦的一群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国现在目前的一个大概的经济状况，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从电视剧也好，而且或者说是从实际的数字也好，当然大家还可以看到最近的什么工资下降啊，然后失业率增高啊，外贸又不行了，这很多很多的数据都说明了这个中共的经济现在是无可挽回的，这个往这个地狱里面走去。但这个事情最后引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
我们直白的推论说这会引发中共灭国。但真的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我觉得说对大家来说倒也就是一个解脱了，是不是？你说这个一了百了，对吧？这个一下子你就灭国了，那么重新开始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这些掌握着这个国家公权力的这些人，真的能够让你这么轻松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个中共经济的坍塌最后真的就是那么痛痛快快的说咱就灭国吧，灭了这个共产党吧，真的那么能够痛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吗？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大的板块里面，看看现在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小铁，你把我今天这个截出来的这个地图，凤凰之带，新月光，把地图拿出来给大家瞅瞅。啊，喝两口水。这是一张世界地图啊，这个从跟随爆料革命开始，我这个地理盲不知道何时开始关心起这个世界地图了啊，总算发现以前共产党的九年义务制教育简直就是个废材。因为我在考完了这个高中地理学以后，其实我还是没搞清楚世界上的七大洋啊，五大洋七大洲。但是自从爆料革命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居然知道红海在哪里了，而且搞得非常清楚。大家可以看到这张世界地图啊，它是世界地图的一张平面图。那看现在我打叉叉的地方，你看打叉叉的地方现在是在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交界处，现在也就是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交战。那么2024年的新年，应该说是最后2023年的最后一天，一直到新年，大家都会有新年的愿望，都会有新年的这个期许，但是非常非常可惜啊，说2024年我们是在战火声当中迎来的，就是说在2023年的年最后一天和2024年的这个年头上面，乌克兰这边是迎来了他这个可能几个月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事，那么又死掉了可能很多人，大概三十几个人又死掉了，当时那是那天晚上的数字，不知道后来又没有增加，然后呢互有交手，然后互有伤亡。现在的这个局势呢只有升级，没有这个就是要止战的任何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一块战场呢，这块欧洲的战场呢，其实虽然说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欧洲北欧这一块，然后是在几乎跟俄罗斯和欧洲的这个交界的地方啊，那因为俄罗斯是横跨欧亚两块的这个大陆的一个大国，领土面积非常大，但实际上说它影响了几乎整个欧洲。我们就看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是影响了几乎的整个欧洲。那么把欧洲呢我们记得说一开始是能源价格一会儿又提升，又会担心说整个欧洲将在寒冷当中度过啊，然后把欧洲的经济呢现在也是搞得这个乱七八糟。那么甚至我们是知道说在这个俄罗斯和芬兰的这个边界处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移民呢也给芬兰当地也是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困扰，就是整个欧洲因为这一场战争，这个经济被拖累了，然后这个整个欧洲的安全都处于一种就天天感觉很紧张紧绷的这个状态。而2024年的这个开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想着说怎么样去能够让这场战争，就是说乌克兰不要被战败吧，都不说乌克兰要战胜，就是说怎么样让乌克兰不战败，那么主要的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继续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援。因为如果说真的派兵一去打的话呢，实际上说就会把整个战争的范围就扩大了。现在呢大家都不愿意出兵，只是说要去给乌克兰钱，但大家都知道整个欧洲的经济都被拖累了，那么哪里来那么多钱，
再去支援乌克兰呢，现在是全世界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那么当全世界都觉得说这个欧洲的经济被非常拖累的时候呢，有一块地方的战争呢，将欧洲经济的这个就是危险或者说是压力呢又继续拉高。那么我们就要回到了中东的这个战场。大家就都知道这个中东战场是在去年的年底快十月七号开始的。那么本身呢，我们寄希望于说这个以色列如果说是摆平了加沙以后，是不是说是能够把这个战场能够就是这个战火能够熄灭，那么中东可以太平。但是没有想到呢，整个中东的其实也不是没有想到，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有预计当中的。小姐你可以往上推，往上推你就可以看到是在中东这边了。所以其实中东是和欧洲，大家看到小铁没推多少，就欧洲和中东是接得非常近的。那么中东的这个战场一旦拉开来以后呢，对于整个世界的能源供应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并没有打到边上的几个能源供应的大国。但不久之后呢，就是在大家看到这个边上是这个就是地中海这一块是以色列这边的战场，而在下面这一块红海这里呢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而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在去年的圣诞节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圣诞节，去年的圣诞节的当天，当美国人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是胡塞武装呢就开始向这个美国的军舰开始攻击，就是通过他伊拉克的这个基地向这个美国的军舰开始攻击。那么当天晚上呢，也就是圣诞节当天的晚上呢，那这个美国的总统呢就宣布说要反击，然后去轰炸掉了一些在这个伊拉克的胡塞武装的这个就是基地啊什么的。但是到了新年开始以后呢，这一块的战火呢并没有说因为新年的开始而熄灭，而是这个战火呢越烧越烈，越烧越烈。那么同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不仅是世界上这两块地方是说你看啊，现在整个欧洲是要往俄罗斯那边去压，那么大家也希望说现在整个我感觉中东就像个火药桶，随时随地哪都可以炸起来，因为所有的地方比方说那么多石油啊，不知道会不会一下子烧起来啊，当然这不可能，开玩笑了。这个整个中东现在感觉就是一个大的火药桶，那它好像一直就是个大的火药桶。那现在这边呢是很混乱啊，很混乱。那我们再往这个大陆的另外一个板块看的就是中共国。中共国感觉上好像是置身事外的，因为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中东，那应该跟中共国没有关系啊。但实际上说，中共国边上两个这个小国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这个紧张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朝鲜半岛这两天这个金小胖现在一直在搞事情，一直在往那边去这个扔炸弹，对吧，还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话。前两天好像又扔了60几颗炸弹，就很夸张的扔了60几颗炸弹，然后天天还在搞这个核武器的研究。前两天还发表言论，他说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南朝鲜就是韩国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什么同胞了，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永远不可以跟他们这个统一的，不可能的。我现在觉得说台湾人应该是特别愿意听到这句话，就是说永远不可以可能跟台湾统一，我觉得应该是台湾最高兴听到的一句话。那么问题是说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台湾这边啊，台湾这边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会儿飞气球，一会儿飞那个就是飞飞机，整个台湾呢也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包括菲律宾这边也是很不稳定，很不安全的这种感觉。那么到底会不会向这个就是台湾出手呢？其实我觉得跟这一次的大选应该是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美国是不是就可以置身事外呢？我们再把地图缩小一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红圈圈和地图可以缩小一些。小姐，地图可以拉小，拉到那个圈图。没关系，你慢慢拉，给我喝口水。
希望我不会太啰嗦，因为我觉得最近的事情挺多的。大家可以看到，你还是没拉全，你把它拉全吧，不用 zoom in zoom out， 你就让它全部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欧亚板块啊，你还是没有让大家看到整个欧亚板块。然后，整个欧亚板块，坦白讲说，你可以看到现在都是很乱。但实际上呢，这个美洲板块呢，看上去就是要安全很多。实际上，这个在二战的时候呢，美国因为说它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呢，也让它在这个战争上面是有很多的优势。毕竟，其实美国还是一块新大陆。那么，这一块整个美洲大陆上，大家都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主要的两个。主要的三个国家吧，就是主要的应该两大国，就是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关系是非常好的。一般来说呢，很少可能会发生战争。那现在呢，边上那个墨西哥呢，还应该还 OK， 就是说在这个大陆上呢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比较混乱的就是边上的这个南美洲啊。南美洲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南美洲之前的这个阿根廷呢也出现了这个当然他选了一个新总统，好像是非常反共的新总统。但问题是说呢，之前的这个阿根廷呢，这个老总统老时代的这个阿根廷和中共的这个经济关系呢实在是牵扯得太深，导致新总统上去呢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困难，包括很多之前的这些借款啊，这些换汇啊，这些事情呢都是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阿根廷来说是巨大的压力。那这两天呢，边上的厄瓜多尔又开始闹这个内部的这个政变，包括这个内部的这些恐怖主义又开始这个跟就是开始在国家里面搞事情，大家就想想，没有那么巧吧？这个事情怎么要搞政变都一起来的，是不是？这没那么巧吧？所以你看到说，整个世界没有，就是是就是一个混乱的要打仗的这个节奏，就是一个混乱要打仗的这个节奏。那么美洲大陆已经不再像二战的时候这么安全了，因为大家可以想象说，以前的就二战的时候呢，整个南美洲可以几乎等于说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些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弱呢，也不愿意参加战争，所以呢整个美洲南美洲可以忽略不计。那当时的墨西哥也可以忽略不计，对吧？就是说美洲大陆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当时的这个武器呢基本上也没有办法跨这么大的距离打到美国本土。那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对美国来说，他们觉得说有一件事情就非常大的威胁，也就是说是中共这边的导弹呢很可能会直接就射到了这个美国大陆上来，尤其是当中的这个夏威夷啊、关岛这些地方，其实是说对于美国来说它的防御是非常吃紧的。那么接下去这两国的这个对抗啊，我现在不能说交战，现在没有真的这个热战，这个两国的对抗到底会何去何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接下去的两国的局势呢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虽然说美国现在还是第一号世界经济体，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取决于中共国他想干嘛。那么我觉得中共国想干嘛呢，开年的1月13号的这场大选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大家都在想说到底谁上台对于台湾人来说是最安全呢？当然我们以前一直是讲说肯定是赖清德上台以后对台湾人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他不亲共嘛，他不是共产党的人，对不对？那很明显的是说柯文哲和这个侯友宜就是共产党的人。但是呢永远都会有一种感觉说，就大家都之前会有一种疑惑，觉得说会不会赖清德一上台以后，这个中共觉得说他没有办法这个叫什么稳统台湾，会不会就直接考虑武统台湾？那你想想看，把台湾放到这个热战的这个风险当中，我们还是觉得说有一些很不舒服。万一真的打起来，那是要死人的，是不是？真的打起来是要死人的。虽然说这个民进党的政府一直在说，那我们肯定是就是说要靠自己的实力才能真正获得所谓的真正的和平。我觉得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是会怕死人，是不是？我们总是有一种假象啊，总是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假象真相，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感觉说可能说这个共产党的两个卖台贼啊，这个对吧，他们两个埋在台湾的钉子，无论是柯文哲或者和侯友宜上台，是不是说台湾至少在短时间里面会避开战火呢？就是说共产党觉得哎呀我有稳统台湾的可能，我会不会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我就暂时不考虑打台湾了，是不是因为打仗是要钱的，是不是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呢，就是说台湾人至少说哎呀我虽然我也很担心会变成香港，但是我不想台湾立马血流成河啊。但这个事情这个推论是不是成立呢？我想这么说，就是说他共产党会不会打你啊，就会不会打台湾，我觉得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大家来推论一下，我们来推论一下。一旦共产党的棋子上了台，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会发生有更多的台湾的军事情报，会有更多的这个台湾的机密信息流到共产党里面去。这个分析这个推断大家认不认？就是说如果柯文哲和侯友宜上台，一定会有更多的台湾的重要的信息，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相关的信息或者政策上的信息会流到中共国去，而且将会几乎没有阻碍的流到中共国去。这是推断一。推断二，整个台湾的政局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是这个总统制，总统的权力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有一个这样的总统很可能会让台湾的很多的就是制止共产党侵略的这些这个政策无法得到顺畅的运行，也就是说很多是针对这个阻止共产党侵略的这些工具将失效，无论是政策性的经济性的军事性的这些工具都将失效。你们认为说这个时候是鼓励了共产党要来打台湾呢，还是会阻止了共产党要来打台湾？大家分析一下，共产党要打台湾，这个是习近平已经放在嘴巴上说了，他已经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统一台湾，无论是什么办法我都要统一台湾。就大家觉得说当台湾的这些这个抵制中共的工具，我们现在都不说反共，台湾现在也没有反共的工具，就是这些抵制中共侵略的工具一旦失效的时候，大家认为说你是鼓励了习近平还是遏制了习近平，对不对？就赖清德如果上去的话，相信啊，现在就算赖清德上去，我觉得说在立院其实也很尴尬，就是说台湾人其实也真正的护台派啊，这个自由民主派我觉得也是很弱的，就是说整个政治已经被这个共产党深入进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钉子然后已经搞得乱七八糟了，但问题是说至少那个可能还有那么一部分的这个机制工具抵抗中共国的这个工具还是比较有效的在运行的，或者说台湾总统的立场还是对中共大陆的这个习近平是有一定威慑的，或者说他的立场他会是去朝美国去救援的，是不是他会去找搬救兵的？那如果说当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直接变成共产党的人的时候，共产党打进来他可能连搬救兵都不会去搬，是不是他甚至打开大门欢迎你来？你们觉得这样的情况是鼓励到习近平还是阻止到习近平？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台湾人要仔细的想一想。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理解啊，我们就朴素的中国人的理解，就小老百姓，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就朴素的这个人的理解，就觉得说哎呀你说我这个国家吧打仗都是要花钱的，是不是打仗要死人要花钱，我现在这个国家经济刚刚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经济那是这个每况愈下，是不是这个整个世界这个西方都是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外贸，那么西方也知道说其实我能看得透的就是说你这边就是靠外贸，是不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投资那就是帮我们华尔街一起从你中共老百姓口袋里捞钱的一个工具，哪是你经济的支撑啊，开玩笑吧，对吧？
就是你的外贸，就是你的血汗钱。那大家也都在慢慢卡断中共国的，因为知道中共国的这个威胁了嘛，知道它的这个恐怖之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要说切断它的经济来源。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共，它难道以我们正常人对吧，像我这种欧巴桑，那在家里是要管家的，那你肯定是说我家没钱了，我肯定能少干的事情是要少干的，是不是？我就不能说啊，我家已经没钱了，然后我就还铺张浪费，这个今天去跟人家这个干一架或者什么的，就不能，对吧？你肯定是要低调嘛，低调，对吧？你就没钱了更要低调，那一定是要低调。那中共国是不是也跟我们的理解一样呢？就是说他也把这个国家当做一个家来持呢，就把国家里面的人呢都当做自己家里人，对吗？哪怕是一只小猫小狗，我们正常人养时间长了都会把它当做自己家里人的，是不是？嗯，小铁什么声音啊？你别吓我。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不会是这么想的，就我们觉得说他是这么想的，但他根本就不是的。其实事实上他其实面临的还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危险。现在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战场上，我们刚刚看到了这张世界地图，几乎是到处都是战场。那么以前的中共国都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姿态。那么之前郭先生也爆料过说，其实中共国已经跨了那个三八线，已经把自己的这个火箭军送去了俄罗斯。当时的这个美国人也是视而不见，对吧？睁眼瞎，视而不见。那么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老百姓都看到了，在这个哈马斯的地道里面发现了这个中共国的这个情报人员。那以色列一直是视而不见。但最近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在转向了。俄乌战场，乌克兰人还是相对比较弱，我觉得真的还是有钱的人可以说话硬气一点。乌克兰人以前就是悄默默的说，哎呀，我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人有用中国人的这个军备啊，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武器啊什么都中国人提的，但是讲的语气很弱。这两天以色列人开始开枪说话了，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我们在这个战场上发现了很多的中国运过去的这个中国制造的武器，各种各样的武器。而且呢，这个中国制造的武器呢，已经是说是对10月7号让哈马斯能够发动这样的突袭，造成这么多1000多位以色列人死亡，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现在他们还在说什么呢？他说，哎呀，但是我们不太确定啊，这个武器到底是中国人故意送过去的呢，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流到了哈马斯人的手里去的。但我相信以色列应该这个门清，对吧？这个到底怎么过去的，你们这演戏有点拙劣，我觉得这个演技真的是有点拙劣。但是这个世界上，对吧，这个你是政府，你是以色列，你说了算，是不是？就是实际上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但是很明显的是说，他们都已经开始对这个中共国开始开枪去这个，就是我知道你这么干的，而且我是公开的说我知道你这么干的。因为一旦当他公开的说，我发现战场上都是中国的武器，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一定要调查，调查就一定要有结果。就像现在的疫苗，现在的这个病毒，是不是？就像现在的这个，比如说中共国侵入美国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些事情，只要这个调查一开，他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而且他想，关键是什么呢？不是说他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而是他想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只是说这个交代他到底怎么给？他看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你什么反应，是不是？我现在已经说了，我看到这上面有你的武器啊，你现在谈谈你什么反应啊，是不是？你反应好可能我就是一个结果，你反应不好我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果，
是不是？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告诉你，明确的告诉你，我想要来追究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而且我公开的来要追究你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中共国其实现在已经受到了世界上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就是世界上因为现在对于习死黄已经是基本上没有人相信他，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跟这个人已经和他与独裁与否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个已经是说他的人品也好，他的这个就是一贯的信用也好，而且他的行为模式做事方法，还有在他世界上得罪了这么多人以后，几乎已经没有一个人觉得说他配坐在那个位置上，或者说他觉得说他控制的这个中国能够是这个给大家大多数人啊，不是说大多数人，甚至一小部分带来人带来利益，大家都都觉得不可能，而且这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用，这个人是不能合作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要把共产党或者我们觉得说是习家党要消灭掉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当然我是觉得说还有一点说我们一定不要被他们迷惑了，就是说现在其实在这个党内也发出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迷惑大家的声音，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说习死黄已经不受待见了，那么很多的人就发出了各种各样怪声音啊，就觉得说啊，共产党内部可以改革的、啊、是不是、啊、谁谁谁又领了谁谁谁来闹革命啦，谁谁谁又领了谁谁谁要反对这个习死黄了，但是怎么改现在这个共产党都是共产党，它不可能变成一个好的东西的。其实就是说这个又要讲到台湾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台湾现在其实我觉得说最腐败最黑暗的这个党就是国民党，我不想说这个国民党太多的这个坏话，但是历史其实证明了国民党其实当他进入台湾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要被历史淘汰的一个东西了，就为什么他会被共产党打到逼到最后要退守台湾，就是因为国民党就是说我不知道说国民党当时把整个中国拿下来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当时的国民党真的他也是很多很多的贪污，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东西了，最后他才会被共产党利用。当你是一个很强大的党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被共产党利用呢？当然共产党有很多很多邪恶的地方，他有很多的这个阴谋诡计很多的花招，但是也真的就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其实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这个党，那么现在的共产党也是同样的一样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共产党无论他怎么改他都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一个党了，就是他们从根深蒂固无论谁上台，就像当时这个就是由改革开放那个时候造成的这些繁花最后只是一些彩色的泡泡，当老百姓你私有财产不能够被保护，你的人权不能够被保护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泡泡，其实接下来谁要来中国当政谁就要问他说你能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民主，能不能真正就是给老百姓有所谓的选票，能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有对老百姓的伤害都是来自于这些权力被公权力，应该确切的说是公权力，而且是老百姓赋予他的这个公权力被无限的这个放大，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像现在的这个扯开了，就反正就是说我就觉得说现在这个习家党被围攻那是必定的结果，那问题是说像他现在这么窘困的这个时候，就是他现在也知道说这么多人在围攻他的时候，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位置，他现在一定是说是要有一些特殊的办法的，就是说对他来说这个国家好不好坏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对他来说好不好坏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说是他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对于他来说是生死的问题，所以说他会不会通过一场战争来夺走台湾，会不会通过一场战争来消灭自己政治这个斗争当中的敌对手，因为一场战争可以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而且可以通过战争铲除很多的异己，而且可以通过战争抢到很多的钱，这个是我相信习近平可能比我们这些老百姓要懂得的太多太多了，因为他们当时他的这个老祖宗们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样来这个打击异己最后抢到别人的钱的，
就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了。所以一场战争对于巩固他自己的王朝和自己他现在这个位置来说可能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对于现在的台湾来讲，我就觉得说他可能就是怎么样让他难做，就是说习近平要不要打台湾，他想不想打台湾，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现实了。因为打台湾我们讲了多少次了，他除了是说他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以外，他还可以抢夺这个台湾的很多的钱，对不对？一场战争以后这些钱都是他的钱了。那接下去是说他其实通过香港统一，他其实抢掉了香港人多少钱，他自己心里应该明白的，共产党应该心里明白。这个统一了香港的时候，那是共产党拿到了很多很多的好处，很多很多的钱。那对于台湾来说，除了钱以外还有很多的技术在里面，所以对中共国来说它是有很大的动机的。那对于台湾人来说，你到底是说要给他敞开方便之门呢，还是说最后还是竖起那一道已经残破这个不堪的墙呢？那我相信你这个哪怕最后这堵墙已经残破不堪，但至少它还是一堵墙，而且呢这堵墙从现在看呢也没有到了完全就是不能用的这个程度。如果台湾人能够这个同心协力，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团结在一起同心协力的话，我觉得这堵墙是可以慢慢变得坚固的，然后可以慢慢变得被修补起来的。尤其是如果台湾人能够理解到爆料革命所谓的以共灭共的这个精髓，能够更多的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说你现在不是说是保持现状，而是应该消灭共产党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相信台湾会变得更强，台湾的民主也会变得更强。基本上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一些了，那么我们周六台湾大选见，好不好？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拜拜。后中共化的时代，这个世界一定不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时代，也更不可能存在共产主义。俄罗斯将被解体，中共国将不再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在全球将被列为恐怖主义。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来灭共的，在全人类到现在为止就我们一个独死一家，原创，这个谁也别跟我们争，到现在还是独家门户生意灭共。战友们，我们从这些事情再分析回来，往回看三年，我们的爆料革命的郭七条和威震不破正道主义以美灭共，把灭共的战场拉向国际，最后要以共灭共，追求的目标就实现喜马拉雅，就是一个真正的受权力监督和制衡的，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一个政治的、正确的、光明的、真实的一个政权，是由法来治的，以法治理的国家，和一个国家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不光信钱，不光信拳头，不光信谎言。信仰的自由，相信因缘轮回，相信上帝，相信天主，相信耶稣，相信穆罕穆德，共产党已经奄奄一息，相信释迦牟尼，相信菩萨，这还多好啊。现在我们越发现，我们每句话每个行动都是战友在电脑前熬了十几个小时，和战友们的集体智慧和上天之间的呼应的结果。你想不高兴，你想不爱自己都不行，你真的就越来越想，我们怎么做了这么伟大的事啊，哎呀，我们咋做了这么正确的决定啊，哎呀，我们咋这么干净啊，哎呀，什么力量在让我们这样？哎，这好像我没这本事啊，我怎么能做出这么伟大的事啊？战友们，然后上天仰视上天，原来在那儿有一个力量在支持着我们。不知不觉变了心。换不回，任时光轮。
换不回，任时光轮转与你相会。